晚安。调一下电灯，应该可以。Hello，Hello， 别难过，谁难过啊？我不难过啊，我干嘛难过？伟静心情还很不好吗？不会不好啦，只是很想要那个上一下辩论会。因为我今天现在会开这个直播，就是因为我在下午的时候有发了一个文嘛，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了没？就是发我回了一个网友的回复，反正应该是说，这整件事情应该是从我昨天 po 了那个文之后，就是一个二选一的那个文，就是去筛检与不去筛检的抉择的这个文。那其实这个文呢，我并不是要理大家。哦，真的比较多人叫我去筛检，我就去筛检，或者是比较多人叫我不要筛，我就不筛。不是，我早就已经做好我的抉择了，早就。所以这篇文只是，它其实只是一个，我故意用二选一来让大家进入这个题目里面，看大家怎么想，去用自己的思维想一下这件事情，这样子。那今天呢，我就看到下面有一个网友是那样回我，他说他的建议是，他呈现的建议是要去做检测。然后呢，因为他觉得做检测是对自己负责，是对周围的人负责，所以他建议我们全部人都去做检测。下面很多人都给我很多建议，都说哦，我今天去做检测哦，因为怎样，或者是我建议不用去，因为真的是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两边的人都有，但因为有一种人，他会用有一点道德规范的东西去引导你，所以今天那个回我的人，他里面就有一点点这样的成分，但没有太浓厚，没有太浓厚，所以我才找了这篇，我就回他，我就跟他讲了我的看法，因为对我来说，他那篇文的意思是，他说，他觉得如果我去做检测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那我可以反之，如果我没去做检测，你就觉得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咯，我不对自己负责，我也不对我周围的人负责，我就是这样子混吃等死下去咯，不知道后面的解读你要怎么解读都可以。那我就把这个接下来，可是后来我发现，因为我本来想说我很期待他会再回我什么，但发现他不见了，然后我就想说啊，干嘛不见，好可惜，因为我完全没有抱着任何很生气，因为很生气的事情我等一下最后说，我真的没有很生气，因为昨天发生了让我比较更生气的事情，所以我才会昨天有感而发了那一篇文章。那所以我就想说，趁这个还好没有太浓厚的生气氛围的留言去做回复。好，一回复完贴上去之后，开始造成很大很大的，没有很大啦，很微小的微误解。首先我身旁的第一位媒体朋友是直接密我说，我看到你在骂网友了。我说 No， 我没有在骂他，不要吓我。我说我没有在骂他，然后还有别人开始说，你回的好像有点凶，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心想说，我一定是平常的形象太凶了，我太爱乱骂人了，所以我回的字，别人的解读是我在凶他，我在凶他。你们先把前面的这一层东西关掉，我们才能讨论接下来的话题。如果你觉得我在凶他，然后你因为这个我在凶他而去延伸的说，
很多人都这样说，他说其实这位网友只是好心建议而已，伟静干嘛这样这么凶啊，然后伟静也可以不要听啊，可是他干嘛这样回啊，对不对？你看如果我连这样子我都有自己的带一个情绪在解读他的字，文字没情绪的 come on， 文字没情绪，所以开始有人以为我在凶这个人，然后开始一连串的说我有被害妄想症啦，说我什么那什么，说什么人家乱讲人家道德规范，人家根本没有道德规范啦，什么什么道德绑架，道德绑架啦，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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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因为首先，我昨天那个二选一，我不是说如果我去做检查，那有一派的人就会说你是很浪费资源，那是要让无症状的人去，让有症状的人去做优先为主。那边无症状根本就可以不用检查，因为那个14天之后，然后传染力就很低了，然后根本不会传染。好，可能会有这一派的声音，可能。好，那如果我不去做，好，另外一派人就说你要去做吧，你有跟确诊者接触，你要去做，你这样子才能安心。因为你真的无症状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症状，所以你要去做，你要去做的。就是这两个人的，这有两派的声音嘛。所以我并不是要说这两派的声音是我的声音，就是我这两派我都不是。我是你随便你去不去做那你家的事，那是你的决定，所以我并不会因为别人选的某一派我就要去攻击他，他如果跟我选的不一样我就要去觉得他这样做很不 OK， 因为你不知道每个人的生活状况、家庭状况跟你需要的什么状况，你到底是去做检查比较好还是你不要做检查是比较好的，你不知道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的。那些人开始就有点猛攻我，搞得好像我今天是一个我就是已经决定不去做检查的人，并且我还要跟这个网友宣战，我就是不去做检查，我走在政府的规范里，你能拿我怎么样？然后那些网友就开始骂我，说什么他会不会被害妄想症啊？说人家道德规范他哪有啊？没有，没有吗？他说没有，他睁眼说瞎话，所以他觉得那不是道德规范吗？还是所谓的道德绑架？为什么下面那么多留言，我只回那几个？因为下面的留言很多都是伟静，我建议你去筛比较好，因为这样子会比较保险一点。而且现在还有什么筛检站啊，或者是哪里哪里的筛检站，都是不会太恐怖啦，医院怎样这样，不要想太多什么之类的，这种我都 OK， 我都 OK。有一种就是觉得这样不好，你会这样不负责任什么，这已经演变到我不负责任的话，我就会觉得不行不行，我想要跟你讲一下，你不能这样觉得我不负责任啊。你不能因为我不去做检查就不负责任，然后我讲了那套政府规范嘛。还有人说政府明明现在就很鼓励大家去做检测了，你哪来的政府规范不行啊？到底是哪一条拿出来给我看，哪一个单位说的？超级呛，超级呛，哪一个单位说的吗？树林卫生所，我今天下午打的电话，我今天下午打的电话，你要把录音放出来吗？你要把录音放出来吗？我问的一清二楚，从我开始隔离到今天我接受到的所有资讯，我们当然就是仰赖1922，我们是仰赖1922的，什么事我们都听1922的指挥，所有的东西都是你隔离完，你隔离的这几天内不舒服马上打电话，我们安排你做检测，如果没有不舒服14天完之后然后再加7天自主隔离之后，如果你身体真的还是没有症状的话，那其实就建议你可以不用做检测，还是但是还是你要做还是可以，通常都是这样讲的，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要去做检测，对你现在一结束就去做检测哦，对对，一定要去做哦，一定要去做哦，我从来没有听到这个。我不管你们是在哪里听到现在有鼓励的，但是我接收到的就是没有，我接收到的就是没有。那我现在是被框列的，我之前啦，我现在已经解除隔离，我现在是被框列的人，我接受这个专线给我的任何资讯，但我却要被外面
没有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他根本没有遇到这个状况的人，一直用他们所谓的他们自己心中认定的规范来觉得，你怎么会这样想啊？你到底是看哪一条啊？是从哇我是从他们插手这样子，我幻想的文字没情绪，你爱解读我的文字，你也不要管我乱解读你的文字，就是你到底是看哪一条？你给我看好不好？你哪一条？你打出来。拿出来，这种就在留言下面哦，好不好？我不是要大家去公审他，我只是觉得你敢打出来，我们就一起打出来，我们就我回他，我说你自己去 Google 树林卫生所的电话，好不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件事情，还有人说什么我被害妄想症，我来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如果今天我不去检查，我不去检查的原因是我是某一派的。我是觉得医院好危险，我不敢去。我现在好好的，我不要去医院这个高风险的地方，好吧？假装我是这一派的。好，那派人就呛说：“你会不会有被害妄想症啊？你其实医院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可怕，好吗？”然后叭叭叭叭叭什么之类的。好，那我就讲，那如果我真的去了，那我真的在医院染疫，到底要算谁的？就是。你们懂吗？它就是存在的一个风险，风险高不高不知道 ，maybe 可能真的很低。那它不是零风险啊！你今天告诉我是零风险的话，大家还会讨论这个问题吗？不会，就是因为医院真的是一个有风险的地方嘛。我们去检查的人，说不定我前一个就是确诊者，不知道。所以那些人很爱说，你就去啊，没那么可怕吧，去啊。就是，不是你要去，是我要去啦，是我要去，嘿，我爱想一下，嘿，我爱想一下，但我不是这一派的人，我先讲好，我不是这一派的人，我不是那种，哦，我怕医院我不去，我不是这一派的，我只是在讲，假如我是这一派的，那为什么那一派的人要，因为不是你要去，所以你可以讲得很，没关系，你就去啊，而且你检查大家比较安心嘛，你这种，那我也可以反过来说，那你们有被害妄想症是不是？你们是怕被我感染是不是？如果今天没去检查，我今天在路上遇到你，你要这样是不是？就到底是谁有被害妄想症？这个你们回去想一下，你们觉得是我有被害妄想症，还是那一个人有被害妄想症？因为他们就是要看你安全，我们才 OK 啊，我们才要接近你，你安全我们才 OK。那到底是谁有被害妄想症啊？那还有一派的人是说，其实14天根本没有传染力，可以不用检查。那这一派的人。他们是什么无缘无故冒出来的吗？所以就是有非常多派别，知道吗？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像搞了，把我变成一个，我今天把我看成一个，伟静今天是不是死不做检查，然后在那边站网友啊 ？No， 我这篇文有打了，我去做，我会去做检查，而且。我是在我隔离的过程中，我就已经预约好我的检查了。我已经约好了，干嘛？所以，我 po 了这篇文，我只是要让大家反思同理心的问题。我不是要跟大家说，今天我是这一派的哦，那我来站另外一派。不是，完全不是，我两派都不是，我两派都不是。我今天这一派就是，我要不要去做，我自己衡量完，我做一个决定就好了，就这样。那我周围的人要不要去做，他们自己做好决定就好了，因为没有对错。只要你的观念是好的，你根本不会有被害妄想症啊。我都要去做检查了，我也没有想到什么衣服，不，医院啊，医院怎么样多危险。那我就要穿防护衣去啊，这不是很简单的一题吗？难道我裸体去医院啊？对，大家是不是把我想得太排斥了？我好怕医院会被感染。对啊，我那天要穿比基尼去，神经病啊！我一定是全部武装啊！医院很危险，我们还是可以去做检查，因为我们要把自己包装好。我是小朋友，是不是？所以他们有点把我当成我死不去做检查，我有多怕医院，我有什么叭叭叭？怎么会有人还说什么？你干嘛怕去做了？有人会说你浪费资源啊？什么？根本没有人会这样说，好不好？
哇，你说没有人会这样说，你要不要出来帮我坦？你当坦克是不是？你出来帮我坦？没有人会这样说，他讲的好像就是，嗯，没有啊，怎么会没有？就是有，就是有。今天真的就是有两派人嘛，不管你做哪一派的决定，就是会有另外一派的人会想要讲你一下，会想要讲你一下，对，说哎、欸、这样不 OK， 你这种，所以每一派的人在自己的言论里都觉得根本没有人会这样想，好不好？根本没有人会这样想，好不好？他们完完全全没有在发现这个社会上对这个议题里面还有不同见解的派别，他们完完全全都只有自己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你到底在想什么？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觉得，哇，越看越不爽哎、欸，啊，不行，讲不爽，很爽很爽，我没有没有生气，微生气，微生啊，别讲生气就完蛋了。我所谓的生气是有点后来已经在歪掉的方向了啦，他已经在变成说，喂、欸，我怎么这样子骂网友，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就变成骂网友。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我昨天。会为什么我的最后的决定是我要去做检验？是因为昨天其实在我预约好，因为我是昨天的凌晨啊，今天凌晨，反正就是12:00的时候解除隔离嘛。那我本来是预约我今天要去做检验，可是我却被医院退了，他说我不行做检验，他说还要在7天才能做检验。然后我想说，哦哦，是这样子哦，现在变成这样子，我就没有想太多。可是后来我家人才告诉我说，哎，那个他们的公司在等我的检验报告出来，才要让我家人复工。然后我才想说，啊，有这件事，哇，原来我家人已经放假那么久了，是不是？我不知道哎，因为我没有跟我家人互动，我都在我房间里面啊，所以我就想说，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啊？那。我家人已经去做检验了，是阴性，可是公司还是要看我的报告哦，他是要看我的报告哦，才要让我家人复工哦。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浮出来的是啊，好不合理哦，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那所以我还要7天后去才能做检验，然后。报告出来是阴性，我家人才能工作。哇，还要再7天了，那这样已经3个礼拜了，什么之类的。我要不要多拿点，这个月多拿点钱给他们？想到这些东西，好，结果周围的朋友就去帮我问了，因为大家都觉得，不是14天隔离完就可以去做检验了吗？我之前接下到的消息也都是这个样子，1922的消息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决定，我就今天下午拨了卫生局的电话，我说，我今天已经解除隔离了，但是医院说我今天不能检查，他把我的预约退掉了。然后，因为现在7天是自主健康管理，不是隔离，是健康管理。他那个卫生所，就是我树林的卫生所这边直接回我说：“谁来下医院？怎么退掉？可以啊，现在可以检验啊，但是没问题的。”就是他也比我还激动，你知道吗？他说：“当然可以啊，怎么会被退掉？你在哪一间医院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是马上又找了另外一间医院，然后就是有预约到了，我就是明天会去做检验。那我一开始在隔离期间，我就已经决定好要做检验，是因为我想让跟我工作的人安心。See？ 网友骂我的网友们，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OS 好吗？然后你们还把我。骂到臭头，我想让我周围的人安心，跟我一起工作，所以我想要去检验，所以早就在我隔离的时候，我就已经预约了。那是直到我知道了我家人公司的这个规范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怎么今天我做不做检验，变成有人压着我去做？是你去做，你不去做。我们不让他工作，你知道变成这样，我就有点解读成这样了。我昨天晚上有点解读成这样。当然你要往宽一点的地方想，其实公司也是为了员工的安危，所以他们做了比较严谨的规范，这是我是清楚的。但我昨天一听到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点啊，怎么我被人家压着去了？今天我想去就去啊，奇怪，我还要被你压着去？然后就开始我发现一些人的留言是。就是这几天的
那隔离期间就还是有很多人私讯我说，他建议我隔离完一定要去做什么叭叭叭之类的。啊，有些人就会，就像我前面讲的，有一些灌一些道德的东西给你，道德的压力给你，说你要去做啊，你不去做，这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怎么变成这样子啊？可是我一直接收到的是没做也 OK 啊，那怎么会变成今天不去做，就是好像我今天如果永远不去做，我家人直接退休，是这样吗？我家人直接退休欸，我今天永远不去做，我家人直接退休，我还要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说，欸，你离我远一点，我知道你是那个没有去做检验的那个违禁哦，你有风险哦，就我突然就觉得，欸，这好像是一个，然后选哪边都很奇怪的一条路欸，所以我昨天才 po 了那个东西，这由来是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序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做不做，早就已经要做了，我早就已经是要做了，好吗？那今天我不管要做不做，真的都不干别人的事。只要你自己的心里对防疫的观念是最 peace 的那一个，就是不做当然没关系啊，因为如果你有正确的知识是不做是 OK 的，但是有些人的知识就是不做不行，所以你们才会卡在这边一直说我干嘛不做，干嘛不做，不 OK 不 OK。那因为其实真的没有接触到，我真的也是接触到这次的事情，我才会被逼着去了解这么多细节，不然我也是死老百姓，我整天没我的事，我就玩电动啊，我就干嘛看电视啊，我就看今天确诊几个，然后怎么样，每天的 update 资讯是几个，哇，有没有变严重，有没有变，我就是这样子，我根本不会去关心细节的，我不会关心到太多太多的细节，但我今天变成跟这个事件有点关系的人之后，了解到细节之后，才发现哇，原来现在我接收到的东西跟外面的人的观点是好像有一点背道而驰的，是怎样？所以如果你是有很细节的在知道政府的这些资讯的人，你才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你才会在昨天那个二选一里面选说，选一啊，因为政府不是说怎么叭叭叭怎么怎样怎样吗？对，但还有一派人是。我知道有很多香港的朋友，新加坡的朋友都给我建议说，他们香港的做法是怎么样子，新加坡的做法是怎么样子，然后给我建议，那我都会听，我都会看，然后但是我要说的是，因为当然我们要跟防疫做很好的国家去效仿，没错，但是因为我总不可能拿着我这也是香港的规范。我现在要去，我照着香港的规范走，不能，就我在台湾呐，那我怎么办？我拿那个日本的规范，日本的规范，对对对，我现在挂号，我拿日本规范，对，不是，我是台湾人，所以谢谢大家给我的意见呐。因为有很多人是有亲身经历过，所以他们才觉得一定要去检查，所以很多人给我的规范我都有听进去，但是如果你把你们那个当地的规范要叫我也一起做下去的话，我可能还是要看哪些能做，哪些我没办法做，我当然都会看，所以我真的很非常谢谢大家给我各方的建议。那还有一个网友他说政府讲的又不一定是对的，你要多一点自己独立思考啦。我思考的还不够多，所以 OK， 政府讲的不一定是对的。来来来，朋友10个来进来，我现在来房间开一个 party， 哇，没事啊，群聚没关系啊，政府不一定是对的，我当然还是要听政府的规范啊，就是，还是我现在直接去内用吃火锅，可以吗？政府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应该还好啦。我去吃个火锅好了，内用内用，
逼他开店，逼他开店。政府说不一定是对的，你们给我开哦。所以我觉得很多网友已经是他用他自己的那一套，然后开始在说：“哎、欸，你要怎么做、欸？哎，你要怎么做、欸？哎，已经变得不太建议了，就是你应该要怎样啦，你应该要怎样啦，就是怎么那种，觉得干您什么事情啦？对我讲得很委婉哦，讲得很委婉。”所以那我要听谁的？我听他的好了，他才是政府。其实很多很妙的哦，很妙的哦，真的很妙。然后就对，但是因为现在那篇文底下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的方向都是好的方向啊，还有人说什么我小题大做啦，然后浪费社会资源，用这种影响力然后传这种东西，我啊。我觉得我还影响到 很好的方向去耶，我影响到很坏的方向去了吗？我还让很多人知道两种声音存在，两派的人马存在，而且还让我还看到有些人是完完全全跟我现在一样的状况，所以他也很能了解我在说什么，然后他们也讲出对，没错，现在我们的难处真的是我们做怎样都有人要用道德规范的眼光去看你这样子，所以这真的是一件在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说我小题大做，我心想说，这题有很小的话，那没关系，那你去关心你的大题好不好？你不用来我们这边小题，我们这只是补习班呢、欸，小考完后自己在那边检讨会，你自己去你的大题好不好？你自己去你的大题。我想说什么意思啊？小题大做，哪有小题大做？我们八百多个留言呢、欸，有小题大做吗？真奇怪。我觉得他的开始有人在为了骂而骂，为了呛而呛这样子，然后就已经倒到最后，已经变成说，已经不是在关心到底要不要去做检测，已经在变成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怎么人家网友给你建议，你在那边纠正人家，变成这样了。每次都回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每次回网友都会被解读成，人家只是给你建议，你干嘛这样？不能讨论吗？这个世界上不能有讨论的这个举动吗？所以今天他跟我讲一个东西，我回他一个东西，我跟他不同的意见，我就是在骂他，我就是在纠正他。什么？好奇怪哦，就是只能照着他们那一派的人去走，他没有办法听进另外一个人的声音。那我要先跟那个今天被我 po 上去的那个网友说，因为我真的没有在骂你，我没有在骂你，因为我不知道你删留言，可能是你吓到，你可能想说，哎、欸，我怎么被伟静回了？然后伟静又回这样子，还是删掉好了。那我完全没有生气，因为我生气更不是这个样子啦，我只是觉得，因为你的留言的浓度刚刚好，可以让我借你的留言来发挥我更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两派心声，所以你的这个留言一抛出去，哇！留言区马上站出来，两派。我觉得你那个留言是太好的教材了，所以我只是想要把你的留言去做一个让更多人看到这两个声音的对谈跟讨论而已。对，有些人都在解读我在骂他或什么之类的，我就一直很小心说，我真的没有生气，我真的没有生气，我真的没有在骂他，因为每次新闻都在说伟静不要骂网友什么。真的，如果真的有真的新闻在讲我飙骂的话，我私底下先关切一下，这不要闹啦，真的没有在关切。我最生气的只是昨天我一听到我家人的公司的那样子的举动，但当然我有去问卫生署了，他说因为现在很多的单位公司其实都是这样规范的。哎，那我听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我也只是那个因为还不懂就对人家产生误会的一个人而已。所以当我了解，当我去多做了解之后，发现哦，那如果现在的规范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没办法，那我就是乖乖的去做检验，把检验给他们看，让我家人去工作，不是这样就没了吗？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当我们在你在指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要先去搞清楚怎么做。那如果我
做错的话，就在我昨天我一听到，我就是骂我家人的公司说，你哪呢？我怎么不让他什么干他什么事？又不是他确诊，他也阴性了，你为什么不让他上班？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才是那个做错的人，因为我没有去做多的了，我没有去多做了解，对不对？所以我就去多做了解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好了好了，那因为太多人已经目前都没有多做了解，可能我讲真的，因为现在的双北规范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这几天其实我朋友打电话问，有时候会问到有一点资讯不对等的东西。那后来我们想说，可能是因为双北的规范有一点不一样。新闻出来了，干嘛？我不是还在直播吗？什么新闻出来了？在哪里？我没有在卖网友哎，什么意思啊？等一下，我打一下电脑，在哪里？标题说什么？新闻说什么？新闻标题说什么？我现在那个。新闻说什么？我现在那个电脑在。新闻标题是好的吧？我很怕啊，我超怕，因为新闻标题一出来，再来就是 D 卡的网友要出征了。因为 D 卡的网友就是有些少数哈，我怕骂到 D 卡网，少数网友就会只看新闻标题来骂说，我已经开始呛了，疫情的东西呛这种，所以新闻标题真的是一个杀伤力很大的东西，我每次都超在意新闻标题的，我现在真的很慌，我没有办法讲下去。ET 吗 ？ET 啊，那我去看一下。哦，限动啊，哦，违禁干网友啊，违禁干网友，道德勒索超无言啊。如果是违禁看网友，杠吗？用杠是不是？我这个直播是不是要留着啊？我要帮我自己用一个证据呢。违禁看网友，看啦，如果 D 卡再有人骂我的话，我就去，因为。我这样直播真的是想要表达，人家听我讲也觉得我只是在讨论东西而已啊，我真的只是在讨论东西而已啊。那有些人已经用错误的东西来用我，所以我下面的留言都会有一点微呛，因为他已经先用呛的东西来呛我了。那不好意思，你呛我，我一定是呛你的。但对我来说，第一个网友的留言，我的回复，我自己看到我的回复，我都觉得我很 peace 啊。可是很多人看到我的留言都解读成我在呛他。啊，我朋友贴东西贴新闻给我看了，别无选择要做筛检了，一定的对，你不要乱写。哦，他是笑我泼的 哦，那没事啊，他是笑我泼的，对啦，一定的对，没有乱写。我想说他现在泼的，因为我要做筛检了，不是我今天才做决定的，是我早就做决定的，我不是因为看到网友的风向才做筛检哦。如果，你们都可以去来哦，网友，你要公审我，你直接去问医院我有没有去预约。来，长庚是在哪里？还被退掉，前几天预约的，预约今天。所以，我并不是看到，我现在被骂成这样，好了，我赶快去补一个筛检，说，我要筛检了，被他骂我 ，no， 没有哦，早就。好啦，是照片好看就好了，我觉得蛮好看的。很像写真集，谢谢。大概就是这样啦，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如果你周围有遇到这样的人，当然你们真的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你们如果跟周围的人很亲近，你们可以跟他一起讨论要怎么做，但是最后选择权还是在他身上，他其实怎么做都没有错。那或者你们公司的规范，或你们那个社区的规范，或者你们的团队的规范，有一个规范在，
那也只好照着规范走，对不对？那因为我就是被我家人的公司隔空规范到，所以我就去好，我就照着规范走。但如果我今天，我家人的公司没有那样的规范的话，我可能也会，因为我前阵子本来就觉得，我之后如果隔离解除、自主管理解除，我跟之前的 team 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怕大家会对我有一层紧张跟害怕，但是不敢说，所以我就会觉得没关系，你们都不用怕，我自己去做完检查，让你们安心。对，我自己的决定本来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一直都是这样子，只是因为昨天的那个事情让我讲了这两个东西举例，所以有些人就套上滤镜，好像以为我是这一派，或以为我是这一派，没有。所以就算我不管是哪一派，我都不会去讲别派怎么样，因为在我了解有这样子的状况之后，根本怎么做都 OK 啊。没有对错啊，真的没有对错啊。所以你也不用去，你可以去建议别人，但是你也不用太，你知道，讲得太重，因为那就是一个你已经不知不觉在规范他人了。对，你真的不知不觉在规范他人，然后他们都会说没有啊，我讲这样的，我那在规范你啊，你不要妄想症啊，就是。真的就是每次衍生成这样子，很烦欸。对，然后要谢谢这阵子，因为很多人都有私讯我，加上我昨天 po 完文之后，马上有第一时间有卫生所的人，就是好像在卫生所工作的人，就也有密我说，他也给我建议应该怎么做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我真的要去筛检的话，哪边有筛检站，或者是怎样的筛检站相对安全，或怎样的比较低风险，或者什么之类的。很多人都给我很棒的建议啊，所以我觉得很棒啊，对啊，我真的觉得很棒啊，就是这个东西被大家听到，你想想看，我也是那种死老百姓啊，我发票都很少在中了，谁知道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啊，是吧？你真的没有想到事情就发生在你身上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周围的朋友就确诊了，这我真的没有想到的事情啊！每天我们都像一个就是旁观者在看新闻，好像这件事情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远啊！我也是啊，我也是那个死老百姓啊！我就是看新闻，没事啊，没事啊，出去哎！前阵子啊，还没三级的时候，看完哦，今天确诊几个？欸，晚上那个约火锅一样啊，一样，我们一样啦，真的，真的就是死老百姓啊，所以我是说我不在骂你们，我说我，所以就是当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心得跟我遇到的一些体悟，那我只是想要讲。说，哎、欸，我给你们听听看，我现在是这样的人，然后我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你们也可以提早想好，或者是提早的干嘛干嘛 ，maybe 也不用提早想好，因为你们根本也可以不用遇到，不会遇到，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拿出来讨论而已嘛。然后有些网友就是把一些搞歪了，这样子，对。所以如果那个今天你回我那封那个留言的那个网友，就是我第一个回你那个网友，我没有在跟你生气哦，我是很感谢你提出这个，这个留言，让我觉得这边很好去做一个发挥，让这个东西这个话题得到最大的讨论。如果我是骂人，你们看、啊、底下很多我在骂的啦，喂，底下有很多那种开始很呛的，我觉得也开始回了有点微呛那种，那个才叫骂、欸，那个也不叫骂，那个是呛，微呛。好啦，呛跟骂差不多啦，但是也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你这样没有，就是那种，你觉得怎样怎样，那你怎样怎样，你才被害妄想症吧？这种而已啦，就这种而已啦。你才被害妄想症吧？你说，
我没有想到，我到底还我还想的不够多啊！我要听谁的？听你的？这种而已啊，就这种而已啊。文字真的没情绪耶！我跟你讲，赶快发明一个 app， 是下面的留言可以放语音的，好不好？留言直接放语音，多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所以，哇，它现在都变了，这个界面都有点变了。问题，因为我刚刚都没有在看下面的留言，因为都很仔细的在看镜头讲话。好，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这个直播要留吗？我这个直播是不是要留啊？要吗？记得留直播，留个证据是不是？好，真的是在最后要拜托各位媒体朋友，哦，我没有在骂网友，我真的没有在骂网友，我没有在赞网友，我没有不听别人的建议，哦，不是他给我建议，我在呛他，没有，真没有，只是一个讨论，留哦，好，那就留吧。哎，我怕我那个封面照好丑，我等下重拍一个，喂。好啦，那我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要讲了。那因为我刚刚有翻了一下几个留言，然后我也都有微微的回了，但我没有翻到全部啦，因为后下面好像蛮多留言的，我怕我留会站不完啦，那站不完。后面我已经在留一些已经歪掉的人，他在讲别的事情的那种，我就会觉得有一点啊，已经不在原本我要讨论的议题上面了。苹果写的比较难听 ，Oh my god， 苹果，麦当劳苹果，苹果写什么？在哪里啊？苹果的标题是什么？麦当劳。我怎么点不进去啊？都很难听，真的假的？都很难听，真的假的？不要闹标题真的会影响哦，因为那些。要骂我的人不会来看这个直播，他不会管你，他不会。通常要骂的人不会去做功课来骂你，就是直接骂啦。苹果，我想确认完苹果的标题是什么，有人可以跟我讲吗？哪里？有人可以跟我讲苹果的标题是什么？哦，还好是不是？你们在骗我是不是？道德勒索，道德绑架，改口筛检，碳，谁改口筛检了？苹果，我从头到尾都要筛检，我没有改口，我才不是当那个改口的人嘞！改口好孬哦，我干嘛啊？我要站就站到底，我没有来跟你改口的，我不会因为你这样讲，我就好了，我去做检验。No， 没有呢，苹果，不要乱写啦。假哭，改口筛检，改口是我的别无选择，也不是因为网友，是因为我家人，他们本来的公司要那个啊，我傻眼呢。我吓到，哦，好，关掉直播了，心情不好。